人都到齐了，咱们就直奔主题吧。啊，唐木书记呢，在纳家沟驻村已经第9天了，就请他来谈谈情况啊。好，这次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的工作是根据市扶贫办统一部署展开的。纳家沟村27户贫困户中，有19户完全符合标准，有8户不符合标准，还有6户。 符合标准却没有被评上，这就是我的调查结果。问题这么严重啊？不能吧？那我们之间的工作不就作瞎了吗？正好有一户跟你有关系，你父亲拉松林的贫困户就不符合标准。啥？我爸我妈是单份的户，就老两口。 收入连2000块就达不到，咋就不合格了？如果没弄错的话，这辆挖掘机在你父亲名下。这不是我爸的，是我们哥仨凑钱买的，就我爸的名。理由很充分，但应尽快过户到真正的车主名下，因为上级有明文规定。 家庭成员中，任何一人拥有小轿车、面包车、工程机械和大型农机具的，没有参评资格。文斌，政策你不清楚吗？哦，我知道。不是，你爸名下有沟机，这填表的时候怎么没填啊？老爷子自己填的表，我也不知道。 真是我们的失误啊！还有2户啊，我也建议把他们拿下来。一户呢，就是我老丈人，我老岳母去世之后啊，这老爷子天天的胡闹不讲理，非逼着我替他办事儿。这件事儿啊，是我做的不对啊，我检讨。我觉着赶快把他拿下来，这样对老百姓也有个交代。 还有一户呢，就是高三立家。他们家那房子啊，高三立家倒是符合标准，房子确实很好，但那是他有钱的时候盖的。后来高三立参与赌博，输光了家底，还有大额的外债。我们搞扶贫，这样的家庭不能给落下。不过那。